forget to like and subscribe. What up, what up, what up, y'all? Pillbox back at it again. Just about to jump on a little bit of Black Myth Wukong. Now, I am running this on my 3090 Ti Founders Edition. It is overclocked. And I do have the i7-12700K, which is also overclocked to about 5.2 gigahertz. I do also have DDR5 Corsair Vengeance, which is running about 6,000 megahertz, 32 gigabytes. So let's go ahead and check out some of these specs. Now, I am running this at 4K. V-Sync is on, so I get a smoother experience, and I do have motion blur and weak. Now, I do have DLSS on. It's an ultra performance, 38. And I do have full ray tracing off. Now, I can show you another benchmark if you want with full ray tracing on and full cinematic on. But, you know, I'll have to run it at 1440p with ultra performance, but you do get straight 60 FPS. So you can see here I got everything on cinematic with full ray tracing off. So, yo,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get into this bad boy.老孙啥功名不要，只求回到这花果山中了，过过逍遥日子。上面的天王老子信不过我，我懂。让你小子带些虾兵蟹将过来虚张声势，又想唬我回去做神仙。 我也懂，我不懂的是，你他娘的杀我猴子猴孙！ 蠢狗，放肆！还不退下！都记好了，他不是只普通猴子，他是有功的猴子，是封过佛位的猴子。
这里除了我，没人配与他单挑。猢狲的猢狲，我本不想与你这个手下败将再战一场。这样吧，一会儿若是你败了，我带你回天庭，他们留在这里铲平花果山。若是我输了，我定然不会罢休，他们照样铲平花果山。 生灵涂炭了，好歹也同僚一场，是真不想打。要不你现在就跪下认个错，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如何？<笑>这么多年了，除了那只猪头。 就属你最会扯淡，最能逗老孙开心。杨兄弟，你放心，待会儿我只拔下你额头上那颗眼睛长长仙，其他两颗仙给你留着，我让你亲眼看看我是怎么杀光天庭每一条狗的，这里的，上面的。 刚刚那条黑的，留下点儿，一起上吧！老天一再给你机会，你这般不识抬举，算不算被恩忘情？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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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天禄，本姓魏改，今日谁也救不了。<笑>好兄长，你的刀钝了，正好给俺老孙挠个痒。<笑>来
就是你说的单挑。天上阳光扎眼的很，老周再和你舅舅去山里会会。这便是孙悟空的最后一个故事。他一生豪杰，平生最喜自由自在，纵然得了正果金身，却还是受不得天条繁荣，一心想着回来这里与咱共乐天真。谁知他辞了佛位，欢喜欢向，有些人倒是越发放心不下。哎，这块石头啊，在山里住了不知多少时间，我打小听人说齐天大圣的尸身就藏在里面，他乃天产石猴，本有不生不灭的大神通，纵然不幸身死，但神魂没有完全消散，而是化为了六件灵物，各自逃遁隐匿世间。这便是大圣六根的传说，可惜数百年来无人亲眼得见。我老了，走不完这四周茫茫之地，但你们之中书籍会有天命所归，将他遗下的灵物一一寻遍，待灵物尽数回归花果山之日，或是大圣复生之时。指不定是从哪个山头上滚下来的。这桃倒是识趣儿。好个小猢狲，敢捉弄你爷爷，今日定叫你知道知道厉害。
不管来多少次，总是改不了这胡闹性子。发什么呆？拔根毛来拜一拜。哎，等等！小神是黑风山的土地，在此。候你多时，真香，真香。再往前走就是观音禅院，当年也是香火鼎盛，只可惜那场大火哟。后来呀，这禅院又被重建了，可人心若是烧没了，修好一座破庙又有什么用呢？你不记得此地，此地却是有些东西惦记着你，来者不善，小猴子自求多福。天儿，有客到了。
哥，新鲜的肉来了！久不用，没成想这定身术倒还好使。既是花果山来的故人，教你一招也无妨。来，速速把手伸来。写好了，日后遇到什么凶匪恶徒，只消用着手一指，心里默念一声定，就能让对方动弹不得，你也可喘息片刻。只是小老儿道行浅薄，这定身效果不消片刻就会失灵，遇到些笨货倒还好用，你全当是挣个傍身的手段吧。如今这些小儿真是目无尊长，别怕，用刚学的法术与他们玩吧。
直深浅的这么往前硬躺，只怕得吃大苦头。我且把你变为一只金蝉，你可顺着前面的火光探一探这山中的虚实。小庙还有诸多神奇妙用，日后你自会明白。黑风山的后山重地藏着不少秘密，想四处探探的话，务必留神金蝉的存续时间。若是遇上穷途迷路之处，小神自会暗中提点，放心去吧。下东西，放！辛苦勤劳了。
来者何人？敢来此处扰我清修？又是只猴子。施主，不如放下棍棒，也同我学点佛法。如何？